赫兹领先赵天宇，获得粉推一票，也就是意味着在赫兹再获得新推的一票之后，他将可能率先成为本场第一个直接晋级的偶像厂牌。我们首先有请赵天宇来选择你认为对你最有利的新推官。蜜姐吧，对，因为这场是说的，想找一个说比较厉害的人来评判这个东西。好，大秘密，他选择了你。那赫兹，你要选择的是？我选择芊芊哥哥，我想得到他的肯定。赫兹也很有种哦。那我们先来看看秘密给到赵天宇的这一轮的。啊，不是看花花的吗？看我的。先看你的，先看赵天宇选择，先看赵天宇选择的你。好，秘密，你的选择是 inside 赵天宇一票，在如此紧张的关头，一比一了，对不对？老薛旁边的花花，看看你的选择好不好？虽然你的选择不会影响他们，跟我没关系吗？不是，但是我们想看看你的选择。好好好，赵天宇。新推官中间已经有两个选择了赵天宇，大家觉得老薛选择的是一比一，就等老薛这一票了。非常抱歉，如果就光这场表演来看的话，我给出的是赫兹。赫兹2-1，恭喜赫兹成为本场第一个直接晋级的偶像厂牌，恭喜！恭喜赫兹成为本场第一个直接晋级的偶像厂牌。我们有请赫兹回到自己的偶像空间，继续的修炼。谢谢赫兹。因为大王非常喜欢赫兹，并且觉得赫兹是明日之子的冠军，我们导演组刚刚做出一个决定，做一个实验，将会把大王放在我们的偶像厂牌里面长达49天陪伴赫兹，在此期间你将伴随着他一起成长好不好？我们把掌声也送给大王。我愿意。 好，我们刚刚赵天宇不要气馁哦，我们要继续加油好不好？第一个待定的是我们 inside 的局外人赵天宇，我们所有的人为我们的赵天宇加加油。我们接下来要看看危险空间的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赵天宇从来没待定过。真的没有？没有哎，从来没有。好有趣，他站在我们旁边。天宇，你可以说几句你现在待定的心情，终于站到了待定席。就是还挺新鲜，对，没事，挺好玩的，对。拿着蜜姐给你，嗯哼，这是力量，好不好？我们接着加油了。